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龙。在我心中，我的龙要去广阔的大洋遨游，警报，准备攻击，横空出世，一招制强敌。我们从这里出发，一跃而起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在这里，插上腾飞的翅膀，在这里，不止于脑洞幻想，在这里，锻造出忠诚之魂。在这里，青春肆意飞扬。好先生，新时代，我们做好了准备。听从召唤，逆流而上，踊跃龙门，建功深蓝。